中可以看到小朋友拿起画笔，在白色双臂轿车上尽情挥洒创意，车身轮子都布满小朋友的涂鸦。不过在车上画画是不是有点不太好？原来这是屏东一个车展的活动，现场邀请许多大朋友小朋友一起共享盛举。带您来听一段活动说明。这一台它是报废车座，放心的让孩子去画。那当然我们也教育他们，就是说，就是在活动才做这个行为，然后不要回去真的是去画爸爸的车。屏东潮州三号早上举行车展，不止展出从日本以及世界各地运来的经典名车、跑车以及复古机车，现场还有讲座以及许多亲子活动，包含心愿便利贴，让大家许愿贴满整辆车，还让小朋友在车身上画画。原来现场被涂鸦的车是报废车，使用的画笔、墨水也都可以事后擦掉，并不用担心车子的毁损问题。车展亲子活动好热闹。